本所日前接获二名被害人报案称遭窃取冷气机，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遭监视器，迅速锁定周姓犯嫌机所使用的车辆。当天凌晨，周姓犯嫌因食髓知味，伙同杨姓犯嫌再次返回同样地点窃取冷气机，遭本所员警当场逮捕，并于所驾驶之四小客后车厢寻回冷气机一部，更于车内搜索查获 FN2 药丸、多包毒品咖啡包及安非他命吸食器等。周姓犯嫌亦坦承驾驶车辆前有试用毒品，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窃盗及公共危险罪嫌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。土城分局呼吁，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个人健康、家庭及社会，爱惜生命请远离毒品，切勿以身试法。